云雾穿越山林，像是覆盖上一层白纱，如娇羞新娘头上的美丽薄纱。云海由山头倾泻而下，有时又像海浪般奔腾，滚滚而来。 甚至空拍画面还捕捉到云海中一道七彩光圈，原来这就是少见的观音圈，搭配云海飘动，精致令人震撼。但是平常很少会看到，这样只有见一次的话。 就会觉得很新奇。成因主要是位于背对阳光方向，当水滴反射阳光后互相干扰，形成绕射，成为的光环现象。大雨过后的隔天清晨，很容易就会出现美丽的云海景色。 近期受到锋面影响，天气不稳定，午后大雨，山区水气增多，云海云瀑景致变化多端。而大雨不仅带来云雾，更洗净空气中的脏污。鱼池金龙山入夜后，云海上的银河繁星点点，云海下更有七彩琉璃光，形成银河云海琉璃光同框的难得景象。记者曾伟翔、杨世荣、彭欣南投报道。 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，请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